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幸福国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你参存释迦牟尼佛，迄是因为三世诸佛，因为了益了众生的因果，你承受了究竟的安乐智慧。所以，咱伫个修行中，应该学习把家己的安乐让予别人，把别人身心的不安甲痛苦，摕来由家己代受，应当安尼受自他交换。咱大家嘛应该常常伫个拄着病痛、甲危言时，发愿一切众生远离这种痛苦，拄着欢喜顺缘，尤其是欢喜的时，发愿一切众生拢得到如是安乐。咱的发心肯定对众生有利。厚德，时为缘转为道用，分四个方面：一，将不遇意的四法转为道用，又分为将无德转为道用，将痛苦转为道用，将毁谤转为道用，将挖苦转为道用。
将二种难忍转为盗用，分为将反报恩德转为盗用，将侮辱转为盗用。三，将二种盛衰转为盗用，分为将衰弱转为盗用，将盛世转为盗用。四，将二种烦恼转为盗用，分为将嗔敬转为盗用，将贪敬转为盗用。将无德转为盗用，谁以大欲图财物，一切夺或令人夺，人生受用三世善，回向于他佛子行。如果有人以极大贪欲心，将我全部财物，或者是抢，或者是偷，或者是驾驶别人夺取，我不但未生嗔恨心，反倒会把家己所用的财物、现金以及身躯全部回向给伊。这个行为确实非常高尚。但是如果我们做过偷客或者是破坏了后，分地想要马上抬掉这个贼，那呢就出现了我们的心理与菩提心之间的很大的差别。
一个真正发起大悲心的人，看到伊，听到伊的声音，以及伊以结缘的众生，拢会蒙受利益。将痛苦转为道用，吾虽无有少罪过，何人若断吾之头，然以悲心于诸罪，自身代受佛子刑。如果突然有人无缘无故对家己生起了大嗔心，制造各种危言，甚至搁要斩我的头，学菩萨道的人，这个时阵就应该对伊生起大悲心，非但不起万惊，也搁爱发愿代受一切罪过。将诽谤转为道用，何人百般诽谤吾，虽已传遍三千界，吾犹身怀仁慈心，赞叹他得佛子行。如果别人对我诽谤，并且四处传播，这个时我会不憎恨伊，而是真是在慈悲伊、可怜伊。并且导向内观家己，这是因果报应，是对家己修行的考验。我嘛袂当对伊生嗔恨心，
因为伊已经做了恶业，非常可怜。应该对心内底对伊升起一个鄙心，并且经常赞叹伊的功德，这才是大乘佛祖的行为。将挖苦转为道用，何人于聚众人处，皆发无过说粗语，于彼还生善思想，恭敬其事佛子行。如果有人故意在大众的所在讲出我自己的故事，并且讲一些难以忍耐的粗话，我自己不但无恨伊，搁爱甲伊看作是自己的善知识，互自己会当发现缺点，应该恭恭敬敬地对待伊。所以对自己说过失者，应该看作是自己的性身上疏。将反报恩德转为道用，吾以如此护养人，彼若视我如怨仇，犹如母对重病儿，被悲悯是佛子行。Thank you.
如果我对待众生就参存对亲生子那一般阻碍的拥有，但是这个人不但无报恩，反倒把我看作是万分的怨仇人同款。这个时我犹原对伊残存母亲对一个病重的子儿那一般对待无计较恩怨，总是以自庙之心体谅伊，对伊加倍悲悯。这对咱初学者卡牌做教，但如果经常分析家己的心机意，故来就会当升起这的功德。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一定会看到佛陀的塔，舍利塔。为什么？佛的塔代表佛的心，菩提心，也代表成佛之道。能够看到佛塔，能够拜佛塔，能够绕佛塔，供养佛塔，都有无量的功德，消除无量业障。一只鸟飞过佛塔乃至影子，他就脱离三恶道，乃至将来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所以希望各位多发心造不分大小的佛塔，多礼拜佛塔。阿弥陀佛。中华印经协会邀请大众一起造塔、绕塔、供养佛塔，走向成佛之道，滋养生生世世的慧命。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使用炉火一定要随时注意，严守人离火时的严格。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爱酸点五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炉火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内清洁和保养。你愿意爱他、保护他，不论生病或健康吗？我愿意。如果他生重病，你愿意让他一辈子困在病床上，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我不愿意。病人自主权利法，从疾病告知、医疗选择到善终决定，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玉立医疗决定，为爱而立。真的
你知道了，知道很容易，地图唔较紧，啊，避开了美国啊。无得你怎么用行开美国？你行看嘛？你，哎，钓一个小嘴啊，一个陆地啊，过早无回人机啊。那你要从这边走到，你要去实践的意思了，脚踏实地。但是我讲脚踏实地，有时候我们会说，我打刚的奉心的后啊，哎，奉心是善事啊，是成佛的因缘，但不是放生，你什么都不干就成佛了。你也不能说我做一样善事我就做不完了，我那我喜欢给禅定什么般若智慧。我做这个就好了，我不需要做那个，不行，你要成佛万行无愧啊。各种资粮法门你都要具足啊，你不能说你只会放生做烟供我不会读经，那也不行。你不会讲经，那也不行，没讲经就没有摄众的力量啊，影响力。你没办法累积资粮啊，所以这些样样你都要圆满。你刚刚做这头家，各位你要银行做经理，你一定对那个部门的开始啊、收钱、算钞票，一定要都做个乡里经理啊。你要具足一切，像我们出家一样啊，我扫头卡，我捧碟，我做洗家啊，耍了我木鱼木鱼，完了我要我就灵骨灵骨啊，有一天啊，弟弟欧安呢。反正你一样样你都会啊，然后这个收钱那个做会计啊，就还是先租本啊。那回去就去后面你终于成为一个同理大的，因为你学会了你再才敢打。那不是说因为你是博士来就做住持，博士来先去生活。那我才不爱来出街。人生活三个月毕业，你生活三礼拜毕业，你谁敢搞没事，因为你博士嘛。那小学毕业，谁家金的博士毕业，谁拢家家拢顶头过本了吧？那你要来出家，你出家你要学这个，但是你修学佛法跟世间不一样，一个专业就可以生存了，对不对？但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你要万万的众生，万万的苦恼你都要会啊，不然叫学佛叫大乘，哎呀，啊。所以你要了解，那我既然来学大乘，那我要学什么？那你都要啊。所以我现在他们叫我师父，我都叫他们做我事，做归干啊，再讲哦，我啊，这礼拜啊，这里，啊，还卡崩嘛，无去啊，卡崩也不要卡，卡疼也不要怕。你讲要服务众生，八道路也不要讲服务饱，你服务一壶饭，他不会煮饭，他不会接待，他不会讲电话。这不行了，所以各位，你觉得要学佛，我都想你还不如做义工。你能够做到义工头，你出家可以，因为你已经有同理大众的能力，你能够服务大众，你来出家有意义，有文武双全，你还会摄众，可以砍救贼狼，你又有福报，又会布施，又会，那你出家有意义啊，因为你要做菩萨嘛，还是要做凡夫嘛。所以我想这个理论都很简单，但是各位要你给人修行的用，比如说咱都讲自他平等自他交换，你有在走啊，你别在这个讲啊，你拄着人破病，你连问嘛会问伊，你这个坐下希望你感冒啊，你才对。我药啊，我嘛感冒药啊，给你吃，我免吃嘞，因为你在修自他交换了，自他平等。